Happy New Year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到 YA Diary。进入到2022年呢，不晓得您准备好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新年呢？我们在去年下半年有一支挑选新年日历的影片，跟大家分享风格非常澎湃的各式日历。那接下来我要来分享我的喜讯，那就是我的日历全部动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逐一来开箱我的四本日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本，就是这个童话日历。那一开始我看到这本日历的时候，我以为是要从这边把它这样扒开的，结果不是，它旁边这边就是很大的缺口，这样子一倒，嘿嘿，它就出来了。那这个外壳呢，就可以把它凹成一个立体支架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然后反正就把它凹起来，就可以做成它的立体支架。那我们现在大略看一下这个呢是使用道林纸的胶装印制的本本，它每一页的格式都差不多，上面是年份，中间是童话的插画。那这边有一个小细节，它平日是黑白单色的，那假日会点缀一抹红色。最下面这区呢会有童话插画的故事出处，喜欢的人都可以深入去了解哦。那左边啊是星期、月份和日期，下方啊还有老歌点播。那至于这一块名言佳句的区域啊，官网上面写都是当天出生的名人名言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翻一下。第一页是1月1号，1月1号是谁呢？是小红帽的故事。那这边呢是麦田捕手的名言，他写着：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那想必大家应该是和我一样，一拿到日历啊，就想要先翻一下自己的生日。我们就立刻来翻12月10号是什么？这个呢是我没有读过的五日谈老妇人原形毕露的图片。那他的名言啊，是我先前在钢笔篇有提到过，我喜欢的诗人 Emily Dickinson 的句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翻一下我妹的生日，5月30号。是不是很期待啊？这个嘛，超期待的，对吧？好，快到了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 ，OK， 快到了，到了。这一篇很酷哦，他名言很妙，他写的是：既然没人骂我，我就只好自己动手做了。这篇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看不太懂，太有深意了。那整本看下来啊，我蛮喜欢这一种简约的排版和配色的。不过啊，相较于它的动植物还有建筑这一类的元素，非常的细腻精致啊，这里面的人物绘制风格就比较随性一点。还有因应童话里面的故事设定啊，有些角色可能需要打码呢，就先不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咯。然后在这里面呢，有蛮多故事都是我先前没有读过的，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吸收新知识的管道。再来第二本是这个，我最早下定但是最晚拿到的种子历。会知道这个品牌啊，是因为我今年在文博会的时候有看到他们的摊位，他历年来的日历啊都非常的漂亮哎，所以呢新的一年我眼睛都没有眨，立刻选择了。好，来开咯。先看这个外壳，再看这一本，两倍长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壳子是这种淡绿色系的搭配，我觉得还蛮有气质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里面咯。我选的呢是吊绳派的，特别派。还有另外一个是环的，扣环的。我选吊绳，我想说有吊绳的感觉好像比较文艺。那这里面啊是这种卡其色打底，还有种子图和植物意象的结合，非常好。那材质上它使用的是道林纸，不过要注意的是它不可以立在桌上，它是吊挂式的。它里面的排版很简约，就是上面日期，中间是种子的图，搭配右边是农历，还有种子名称。那左边呢是植物的说明介绍。那接下来按照惯例，我就翻一下我们的生日给大家看一下。快到喽！它真的好长，它都弯腰了，就是对啊，下腰。不能整页这样整本这样翻。好了，这是我的12月10号，它是大叶南蛇藤。其实我对种子没有什么特殊的研究。当成是在学习新知识哈，其实它下面蛮酷的，它下面还有那个各种姿态，你有看到吗？对啊，你看很高清，我很喜欢它这个有点像色铅笔这种笔触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温润，
感觉好像暖暖的。我们来看5月30号喽。5月30号是南湖杜鹃，它其实长得挺奇特的，我觉得。那整体来看呢，它的绘画风格很细腻，主体用色的饱和度也很高，背景色很淡雅，看起来就是蛮清爽疗愈的，甚至我还觉得它有一点禅意。那画里面这些元素啊，是集结了在地可食用的植物，以及传承民族文化的特有种，还有珍稀植物。总之呢，就是以植物的根源种子来出发，感觉会有一种新年新希望的期许。好啦，以上这两本呢是我所购买的日历。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朋友们送我的礼物，另外两本。没有错，感谢各位朋友们，让我在新的一年可以有好多日历来撕下来使用，我这根本就是现代晴雯呢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本吉米年历，它是从知名插画家吉米他的画作当中啊选出了365幅作品来当成每日主题。那这一本呢，它是全彩印刷的，和前面两本相比啊，颜色看起来就更加的饱和，也就更活泼了一点点。那我们再看到这里面，除了这一本之外啊，它还有附这个小纸板，可以让你当成它的支架底座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它的做法就是这样子把它插进去，嗯，这样子，就是这样插的。对，插好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上来，就可以变成这样子摆放。好，那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哦，它这里面每个月的第一章啊，都是由吉米的全新系列《男孩与狗》来作为背景的，搭配当月份的小月历。那其他日期啊，会依据平日、假日还有国定假期，在排版上做出一定的差异。哦，对了，在农历日期旁边呢，还有月相图哦，空白地方可以做笔记，或是说你有哪一位朋友生日啊，就可以私下当天来送给他，再写一点祝福的话。加上一些装饰制成卡片的话，也会是不错的小礼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我们的生日，这次先从5月30号开始好了。准备喽！我被你看到了。到了吗？你正在那页。哎，对耶，刚刚好。我们来看一下5月30号，哦，是一个小朋友在照相，他的笑容很灿烂，可是文字有一点淡淡的，让人心疼的感觉，我就不细念了，要这个小朋友保留一点美好的笑容。好了，那继续要来看到的就是12月10号啦。哇，我这页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好喜气哦！你看这一片花海耶，我希望这个是在暗示我今年可以过得很喜气，运气很不错的感觉。那这张图和文字的出处啊，是来自吉米在2008年的作品《躲进世界的角落》。你看他这个句子哦，每一个多愁善感的孩子都可以拥有一条神奇的步道，缤纷的花朵为他一路绽放。真的好温馨啊，真的真的好。那我们再回到前面我们有谈到的，就是它整体看下来，因为它都是全彩印刷的，所以你不管是要撕下来做拼贴，或者是要把它做成卡片装饰，都非常的适合。毕竟是吉米的作品啊，质量一定是很不错的，而且质感非常好，把这样的作品送给朋友绝对是妥妥的。最后一套，你各位啊，重磅新品，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。让我们把掌声献给这一套爬坡岁月天文三年历，下载周边。这份大礼我真的太欢喜了，真的很感谢懂我的朋友们。那身为一个从小喜欢去天文馆，又很喜欢看小牛顿啊、哥白尼杂志，以及在前年有见证过福卫七号升空的小记者来说，这一套完全中。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好，虽然说我先前已经开箱看一下了，不过呢仪式感还是要有的，我们立刻来开箱喽。好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DM， 好，以及 NASA 的帽子，还有这个 NASA 的帆布袋。各位，还有两本重头戏，那就是哈勃岁月天文三年历以及哈勃宝藏。现在说一下背景哦，哈勃望远镜是在1990年4月份的时候升空的。那这30多年以来啊，它为全世界的科学研究带来很多的贡献。比方说，它让我们了解到宇宙至少存在了超过130亿年，也证实了在星系的中心存在超大质量的黑洞。那同时，它也持续的在探索宇宙的极限和未知，也拍摄到很多的天体影像，比方说像是星云啊、彗星、小行星、卫星等等的，非常多。
那这本三年历都精选了哈勃拍摄的380张精彩天体照片来给我们看看。先从封面开始说，封面呢有银箔感，内页呢是用血铜纸印制的，皮还可以这样的平摊。不过、因为它很珍贵，所以我要小心的翻。排版设定啊，我们就以12月10号来看好了。左边是一张天体影像，这是一个透镜状的星系，感觉是很祥和的光芒，梦境之光的感觉哦。那下方啊会搭配影像说明，在右边会有2022到2024年这三年的月相，以及重要的星象观测时间，还有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就读个几篇啊，然后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谈一下，别人就觉得哎，你好有学问哦。那也能让人获得有趣的知识呢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到的是5月30号，不得了，这张好美哦，好像流体画的艺术，也很像那种珐琅片的纹路哎，超美的。好，那我来找一张经典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在这里，1月3号，这张叫做哈勃超深空。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哦，它里面啊有将近10000个星系，深度来到数10亿光年。这张啊是目前可见光影像可以看见的宇宙最远处。好猛啊，有种深度探索的感觉。那至于哈勃望远镜啊，它已经服役超过30年了。它的接班人韦伯望远镜啊，是在2021年12月25号也顺利升空。期待未来他们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宇宙的点点滴滴。那最后还有这一本《哈勃宝藏》，主要是一名天文学家在书里面介绍哈勃的成就，还有详细讲解这一些被拍摄的影像，对于天文学来说的意义是什么，又会有什么样的重大发现，以及未来研究之类的。那详细内容呢，我就卖个关子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买这本书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的开箱结束啦。那从2021年来看的话，其实有很多厂商出了2022年的日历，我自己呀、也有一些遗珠之憾，比方说花砖日历呀、美好日子，还有节庆日历那一些的，我都还蛮喜欢的。真的是苦思非常久才精选出2款日历。好，那纵观这4本来看呢、我觉得是知识性比娱乐性稍微多了一点点的。不过呢，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，也希望今年我可以和他们成为好朋友。您准备好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新年了呢？新年了，哎，既然没人骂我，我就只好自己动手。我就是骂人嘛，这样子。就是，我就找我自己骂的姐，我要想怎么讲、我自己骂自己，对是。下方还有老播，下方还有老歌点播，老播点歌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今年所拥有的4本新日历。不晓得大家在2022年选择了什么样的日历来陪伴呢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意见的话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2022年呢，就带着新日历，还有新希望，展开美好的一年。别忘了继续发到 YA 频道，还有 IG 哦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